范围还有，右脚把球转移给到右侧内部，头球顶到中间，看这次倒钩射门，这球进了。比赛打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延边富德队大进一球，奥斯卡的倒钩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-0的领先。在多次挥霍机会之后，奥斯卡终于是以这样的让人惊叹的方式打进一球。保利梅西在左侧拿球，直接左脚传中，到了后点，头球破门，球有进了。